我们再聊聊生活当中的张哲瀚吧。嗯，听说你非常会打篮球，还有高尔夫，嗯，是这样？对，嗯，来跟我们大家说一下，你经常会跟朋友一起去打球吗？打篮球还是？打篮球。现在已经很久没打了。是吗？对对对对。但是不是前段时间去打高尔夫了？对，一直在，现在就是专注于高尔夫。为什么又转了呢？因为我受伤了，那个身体条件不允许了，已经。所以看说天才型的选手，你觉得这两个运动之间有什么不同和相同的地方吗？啊，太多不同了，太多不同，太多不同了。这两个运动，一个是篮球，是一个团体运动，嗯，它可能有个人主义在里面，但是更加的是团队协作。然后这个是一个比拼身体素质，然后你跳得高跑得快，嗯，就是很大的优势，嗯，所以我们去经常锻炼自己的肌肉耐力也好，体力也好，和弹跳力也好，爆发力也好，去提升自己的运动表现，是一个很对抗型的运动，嗯，对抗很激烈的一个运动，嗯，然后高尔夫就是完全另外一种运动，它是个人与他人无关，嗯，就成绩的好坏，就比如说今天可能比赛输了或者是比赛赢了，与他人无关，都是和自己有关，嗯，打得好是自己，打得不好也是自己。而且它是一个不是说我可能急了，我可能生气了，我可能就会打得好，不会，那可能是他是要越冷静越有耐心越沉得住气的人才能玩这个运动，就完全是两个方向。以前我刚开始学这个打高尔夫的时候，老想跳，就打他们越来越急躁，越来越急躁，就越来越打不好。后来慢慢的才打得多了，才慢慢的沉下来。就是，而且就是你打的时候，我告诉自己，有的时候挥杆的时候是啊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不是说在场上我要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我要再跑快一点，我再快一点，我要再敏锐一点，那不是，我要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不要让自己急。嗯，就是完全两个不同风格的运动，嗯，哦，对，很考验你的耐力和那个，就是很磨你的性质，磨性质，也不是说他就不累，他也可能我打篮球我倒觉得他是一种抒发，没有那么累，但打这个就是精神会疲劳，因为需要很多思考，嗯，不断打不断思考，嗯，这个应该算更多的是不是精神上比较累？对对对，打完就很困，然后。又就很困，就会，嗯，我觉得像我这种急性子，我觉得应该不适合，就有点着急。就有很多，我到现在我很多打了很多年的朋友，他都会，嗯，可能一两场比赛就很打得很急，然后就失去信心了，被这个运动，嗯，就他有趣就在有趣，他就是像这个运动是永远不会觉得你觉得自己好了，因为你永远都可以更好啊。这个运动永无止境，对，永无止境，嗯，就是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满意了，哪怕世界第一他也不是说就是我就对此你还可以更好，就是这个感觉，嗯，天哪，这真是好难啊，而且好磨人的性子的，这种很磨很磨，嗯嗯，但篮球就是它可能更多的是考验的人的协作能力，对，几个人之间的配合，对，嗯，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嗯，所以今天我们也准备了我的道具，去哪里了？准备了一个篮球。嗯，这个呢，我们今天想让你这么玩，嗯，因为既然是歌手，然后打篮球又打得好，所以可不可以边转篮球边唱歌？那我这个转球的实力只够我唱一句歌。先说唱哪首歌吧，就是因为你得转的同时唱。转的同时唱，那肯定唱不了，唱不了快歌，唱不了快歌，唱一首慢歌吧。嗯，好。唱什么？唱上海的雨吧。可能我真的我转就只能坚持一句，好，就掉了。来啊，可以。啊，你小心，我太久没有碰球了，我怕转到你身上。上海的雨，整个城市就没了。还没有一句都还没唱完，太难了这个。对，这个太难了，还得因为唱歌又得有气息，然后你又这样又往上浮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还得考验这个。对，转手帕可能唱的多一点。对，太难了这个，真的是。这个哎呀，
这个篮球和高尔夫球真的是这种运动的东西，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不管做哪一种吧，应该算是都算是跟生活的一部分有关。因为你打篮球可能就是考验你平常跟人的合作啊，嗯，平常我们跟团队的和人合作其实也算是一种合作嘛，嗯，然后这个高尔夫球呢，然后又能回耐性子。哎，我觉得今天听你这么一讲，我觉得我得去练练，耐一下自己的性子，平常太着急的那种可能是不太适合的。对，听你说话就觉得很快就像在听说唱一样。平常是不是不太就这种人不太适合的？也不是说没有说不适合，只是你信心会得到崩溃，你的信心一直在遭受着摧残。嗯，就是那样，就是太着急了，人不能这样。你们打打就好了，你可能说不定就把自己性子磨性子对磨下来了。OK，我们看看要看看各位的留言吧。有人问说，微博为什么叫张哲瀚疯子？就很早很早就取名这个名字了，啊，就觉得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嗯，对一件事情热爱的很疯狂，很专注，嗯，这就是一种态度。对，是一种态度。对 ，OK， 这个真的是之前就有朋友让我想让我问你，就是说这个疯子这个。大家好像昨天还跟一朋友聊，昨天朋友问我说你明天采访谁啊，我说张哲瀚，他脱口而出说疯子张哲瀚，就是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个连起来的一个叫什么一个 title 了。可能这算是一种生活态度吧。对，就是会做一些让别人觉得很疯狂的事情。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就是想活得疯狂一点，自在一点。嗯哼。